我是叶国兴，是一名艺术鉴定师。美是生活的养分，欣赏美的本质就是艺术。当你能打开那扇门，你会发现人生的色彩灿烂缤纷。真正值得欣赏的艺术品，在未鉴定前，就像在酿一桶 whisky， 唯有将一切细节都兼顾了，才会有美好发生。敬自己，我是叶国兴，这是我的大师之路。